三月份的时候实现草莓自由。就是现在呀、啊，现在十二月份到四月份吧。今天先来个改个家吧，三个是两三斤。多一点的四五斤，5-1斤。这边就是不摘，就是有的顾客来了就直接买。今年稍微便宜点，天气有关，再加上可能市场上草莓有时候多一点。这个东西盐种的多了，草莓市场草莓多了，它就价格会便宜。因为有商超，然后还有团购。每天大概1000斤左右吧，这现在就是一个草莓应季嘛，主打一般都是把草莓推在前面。后面价格肯定会跟行情来说，应该会越来越便宜吧。高了，它草莓就多嘛。三月份的时候实现草莓自由。